先生你好，我是鼠队长。队长，这个是任务卡。我还要任务卡。亲爱的周杰琼，您将担任本期《星探来了》种草官，完成任务后即可解锁小红箱。小红箱是什么东西啊？一会儿你就知道了。是的，队长发现你的小红书账号非常喜欢和大家分享你的生活和爱用好物，你愿意接受我的任务吗？当然了。好，那 Let's go。走。那我看你这儿这么多好吃的东西，是不是你正在吃地啊？没有，其实我吃的东西都是比较低卡低脂，就像蓝莓啊对眼睛好，然后猕猴桃呢是有很多丰富的维生素 C， 一些坚果。那你真的是吃的非常的健康，而且并且呢你的营养搭配也非常的均衡。像我们知道你是跳舞嘛，你会有一些好的一些姿势推荐给我们吗？就是包括拉伸的一些小动作什么的。大多数的时间还是怎么舒服怎么来，就是瘫在沙发上翘二郎腿也是，就是大家都爱翘二郎腿，我也爱翘，但是我的有的时候就想到了，我会提醒自己。那杰琼，那一会儿可不可以请你给我们展示两到三组这样的拉伸小动作？我就在这给大家展示吧。好呀好呀。好，谢谢杰琼的展示。那我们完成了任务一，让我们进入任务二吧。Let's go！ 杰琼，我知道你经常需要化妆，可是我觉得你的皮肤状态还是特别的好。啊，谢谢。那我想一定有很多护肤的心得了。那我这里呢有一个关于护肤快问快答的任务挑战，那你准备好了吗？放马过来吧。来吧 ，Lady Go！ 你是什么肤质？啊，敏感肌加干性。一般会花多少时间护肤？可以很快，也可以花费一两个小时吧。OK， 选择产品时最重视的是什么？最重要的是成分和符不符合你自己的肤质。平时护肤步骤是怎么样的呢？卸妆、洗脸，然后化妆水、精华液、乳霜，然后眼霜。喜欢什么质地的护肤品呢？喜欢水润清爽型的。面膜喜欢贴片式的还是涂抹式的呢？贴片。护肤中最注重的是哪一步？肯定是好好洗脸啦，清洁是最重要的。那换季节时皮肤敏感，你有什么护肤妙招吗？尽量减少说它这个步骤，就是你不要花里胡哨去涂很多东西。卸妆产品喜欢用卸妆水、卸妆油还是卸妆膏？眼唇我会用眼唇卸妆液，然后皮肤的话因为我是干性嘛，我会用卸妆油。对。那最后你觉得护肤中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？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适合自己的肤质吧，不要盲从的去跟随大家说什么护肤品好那就跟着买。真的是对护肤技巧了如指掌的，那么恭喜你完成了第二个任务。能不能教一下我们在家里怎么样才能拍出那么美的自拍照呢？哎呀，自拍照呢真的就是要用原相机拍。好，那我们现在现场挑战一个快速五连拍。杰琼，恭喜你完成了所有的挑战任务，还真是难不倒你啊。你已经成功解锁了鼠队长为你准备的小冰箱，快看看里面有什么吧。这个是送给我的吗？没错。那我拿出来了。可以啊，这可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伏尔加老虎水乳。老虎水乳，这个是之前他们家的面膜，我有经常用。你们真的是太了解我了，太谢谢你们了。没错，伏尔加老虎水乳含有积雪草成分哦，选用源自马达加斯加岛丛林深处生长的积雪草。传说老虎受伤后会寻找附近的积雪草，在积雪草上打滚，来促进伤口的愈合。这就可以看出积雪草具有强大的修护力，可以舒缓镇定，建立肌肤快狠准屏障修护。科技凝萃加成均质化 XKK Technology， 也可以提升肌肤吸收力，保湿润燥，深入补水，就那种清清凉凉的。对，蛮好闻的。很开心成为这次星探来了的种草官，谢谢小红书邀请我来，也希望大家今天被我种草到，然后呢也可以多多关注小红书的新栏目星探来了。那么我们下次见啦，拜拜。小红书。